帅哥，能用点菜给你换个剪头发吗？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马，前面那个是小李，现在是早上6点多钟，我又要去卖菜了，今天带上我们小李一起去卖菜。现在我们的摊位已经准备好了，家人们就看着我能不能把我的这些菜卖掉。我这边1块钱。帮我装，好嘞，我帮你装一下，2斤了。这是小宝宝出来买菜，哇，皮肤好白，好的，皮肤好白，拜拜。要给他用个毯子盖一下，早上好冷。是，慢走啊，这些菜是卖不完了。今天是星期天，本来应该是一个好日子。菜一定可以很快卖完，可是偏偏没卖完，而且时间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，所以突然间想起来，要不我们拿着这些菜去帮忙剪个头发，就从头开始，是吧？走，这里有个剪头发的，就在这里。19.99，帅哥，能用点菜给你换个剪头发吗？来 ，come on， 先洗一下，来。帮他洗一下。好，可以，等一下先看一下菜，好不好？没事。没有，先看一下菜，看一下菜，来。那个，哎呀，就剩这些小白菜了。可以，都是农家菜啊。来，我们先装起来。这么多小白菜，换剪一个头发，非常给力了。来，咱们把这个给老板。帮他洗一下，冲洗一下。对，先洗一下。啊，咱们在这里洗头发哦。没想到一顿白菜我能剪个头发啊，从头开始。帅哥，这个洗头发温柔点啊。好。帅哥，你这属于叫汤米还是属于叫杰克啊？托里。啊，托里是吧？托里老师来帮我剪一下头发啊。这种骚操作以后可以多做。托里老师剪头发剪得怎么样啊？20年的功底，挡住啊！你拦挡不住，看手法就知道，那个剪头发的技术非常了不得，不得了。帅多了吧？他的头发乱糟糟的，现在帅多了。对。哎呦妈耶，成熟了好多啊！是发型没改变的。演出这么好的发型，这个衣服顿时间就觉得不香了，有点配不上了哈。来，托里老师，谢谢啊。没事啊。美女，是你看到我在卖菜是吧？你好。视频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也感谢我们零度造型啊这位托尼老师的支持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